那你就会帮他盖这四件货吗？四件，这边红色的。第六位平凡走了吗？是二爷。长的单子，长的单子，中正。哎，你好，吴小姐。谁是向天？哎，你有那个垂坤要收1500。对，我也是的。好，那再麻烦你再管点事，谢谢。行，那可以刷一下多吧，好吗？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右下角。你要跪下。借我就。这个是徐耀中是吗？然后下面这个是彭琼慧。都两封。然后还有一件包裹。还有这个两封信。178楼梯。叫酒，有啊，在哪里？啊，放在楼顶。没啦，迄、那个即台即间有迄个15号房的电梯。卖啦，卖用迄啦。无啦，我先用我迄个呢，你讲。我先，切、嗯。有没有看到那个李哥、李大师或是那个？我去留看，几公分的？啊，咱要去装个酒店查咧行，先去到哪里？格式是5067的那个2304大的，是，对对对，那个部分哈、啊，这个的收据它上面的那个单明细部分都是已经都批好的嘛，都可以有没有那个空档？都是空档。
那这样子怎么算？一次要多少？那费用怎么算进？五零六七。来，这个还给你，谢谢。二十本，然后一次就是一次，一次一次二十本。哈。一次二十本，然后是多少钱？一千二，那帮我们可以帮我们进去吗？加运费。我给你，我给你那个赖，你可以传给我吗？真想发脾气，躲在这，躲在搞屁。不是这是你起来，没多少人看呀，妈呀，人都没有，我起来干嘛嘛？怎么办？啦啦啦！接近 SEV 哥哥。但是我这个是在桃园，哦，桃园的中立区这里。那我没有给你拿一个那个社区的那个奖励的那个系统。没有，我已经跟你们买过了，买了，然后也升装了。那现在这个是目前，我是新来接手的秘书。那那个你们的那个系统的话，费用分摊的部分我会使用。那可不可以用线上交换？谢谢思源哥哥。2277。可是 SEV 哥哥，你给我送个宝宝我家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绝对不会白加我，绝对不会白加的，绝对是。名称不一样吗？没有在卖那种设计的，好不好啊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希望。谢谢随缘，恭喜随缘哥哥中500倍，好不好嘛？你这么喜欢我，5个宝宝多少钱？65块。先关注我。请问 A 桶那个电梯有在这样包装起来，要在整修是哪一种？要不要啊？就 A 桶4楼在整修。就是这个宝宝，那这个东西还贴着那边，还没贴呢。因为那水果是我领导，就是大家都在整，他们在做交接。你们看清楚，就这个。那交接这种情况下，他就没有去。好不好？他只记得要跟。